上一集我们讲到一人一票的这个江湖规矩呢，未必含票量是一致的嘛，但至少了啊，那是我们选民呢选择投下的那一票。可是问题就是，你投下的那一票确定是可以投到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吗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，江湖规矩你懂得多少？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啊，那些有份投票的人就会很高兴的了，因为呢，平时他们只是在电视剧里面跑龙套或做开雷费而已，这个时候呢，突然间变成领衔主演的男女主角一样，万千宠爱于一身。那些平时对你爱理不理啊、处理机器的那些人啊，突然间为了赢得你手上的那一票，他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 yes I do， 铺路啦、补洞啦、修街灯啦，什么他都做，什么他都 do， 因为他要告诉你，我有做过，我有 do 的 ，OK。而且呢，他们会告诉你一件事情：选民们，请你们投出那神圣的一票，因为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所得吗？是人都有情绪，有情绪就会被人利用跟煽动了。不信，我们来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吧。面对那些活在恐怖袭击阴影下的美国人，特朗普就告诉他们说：“我要给你们更富裕的移民政策。”对于那些面对经济大不如前，然后中国又在后面不断的追赶上来，我地位受到威胁的那些美国人呢？特朗普又说：“我要让美国再一次伟大。”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这句话都说进了美国人的心坎里去，都把票送给了他，把他送进了白宫，捧上了总统宝座。结果激情投票之后的一年多，今天美国人后悔了，特朗普被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。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，结果呢，全球对美国的不满意指数提高了，11年来最高，去到43%，不满意程度比满意程度还要高啊。所以你说选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吗？你能够不被那个我 help 你，你 help 我而影响吗？你能够不会因为生活压力大而跟着唱那个 A B C D 嘟嘟嘟吗？你会不会因为没有看到你期待的改变而生气的投下废票，来实施你所谓的教训计划呢？不过说真的啦，热血女侠呢还是非常期待选民们用雪亮的眼睛投下你神圣的那一票。下一期热血女侠继续陪你闯荡江湖。Yeah.